谢谢太子，拿着。谢谢。
谢谢。老姨太太们，请帮碗饭吃，有钱的帮个钱场，没钱的帮个人场。谢谢老爷，谢谢太太。谢谢阿公。再变个，再变个。好，说变就变。看你还往哪儿跑！苏小三儿，我花了60大洋把你买来，让你学点本事。你都跑到这儿来赚钱来了，走。慢着，你知道这儿是谁的地盘吗？请问你是谁？高六爷，高队长的部下。啊，高六爷是我的表舅。哦，大水冲了龙王庙了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哎，好事好事好事。哎，好事。哎，那小子跑了，小子跑了，这小子你好，您好，赵医生。你怎么样？多了。好，医生您好。好，赵医生好。啊，高队长，赵兄，打扰打扰啊。哎，哪里话，大驾光临，不甚荣幸，快请客定座。不不不，不必了，小弟一事不慎，擦点皮。哦，我来看看。你这个伤应该赶快到皇军医院去治疗。张医生，你的医术高明，手到病除，怎么我这点伤？哎，不瞒你说啊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有些特效药品皇军控制得很严，我这里倒是有一点，可是往后可就……哦，这好办。喏，拿我明天去买就是了。好。你这个不是擦伤，赵兄啊，你可真不愧是名家眼里呀！啊，赵兄，不瞒你说，眼下皇军正在加紧围剿新四军，这次清乡不同往常，皇军是要给他们来一个新四军有一个行动队给我写了一封恐吓信，恐吓不成就来这个。爸爸，我来。好啊。高老弟，哎，你往后要格外当心这个。放心吧，赵兄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吃吧。
干什么？往哪儿跑啊，你这个小扒手。谁是扒手？嗯，你这个小扒手偷了我的表还不认账。谁偷你表？老实点。转过去。转过去。就是他偷的，从小就不学好。你走，转过来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哼，赖我偷的，我看你眼睛长到屁股上了。哼，还嘴硬，我叫你叫你先生，你们追的那个小孩往桥那边跑了。嗯，现在追还来得及。小姐，老爷太太在家等着急了。啊，走吧。什么名字？我叫苏小三儿。哦，三哥，我叫小乙，有事到高队长家找我，就是高六爷。高六爷？对，我到他家混饭吃。喏，拿去当家换几顿饭吃。我不拿着吧，拿着。行，有事来找我。嗯，你要多少钱呢？嗯，15块。哦，我给你合计合计啊。高六爷，什么事儿啊？有块表。哦。15块啊！70块钱你还嫌贵？哎，我是，你表舅高文龙，还能让他外甥10块呀？哎，表舅，我是说，行，60，怎么样？好，60块，行了。给你找这个吃饭地方了，人家武姨太买了条小洋狗，还花80块呢。你60块钱买个活人，你还这便宜啊，都让你占了，你还去？看你小子这副样，就不是个好东西。你这是哪儿来的？你还能骗得了我？偷来的。你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小偷。来人呐！
哎，别吵，别吵，哎，叫他睡一会儿，啊。你看，醒了吧？阿香，哎，来，给他送去，啊，啊，筷子，去呀，啊，是吧？啊，各位，今天赵先生为了给中岛先生助兴，特意送来了一坛百年陈酒。中岛先生，赵先生是全城有名的医生。中岛先生，赵先生还是东京帝国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。哦，そうですか。じゃあ、あなたは何年卒業したのですか？は、昭和11年でございます。そうですか。还是请中岛先生品尝赵医生的百年陈酒。好好。うまいな。中国有一句古话，杜康酿酒香十里，的确是名不虚传呐。鄙人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口福啊。过奖了，过奖了。中岛先生，那你就多喝几杯吧。好好好，大家请，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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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为中岛先生的荣升，谢谢谢谢。为大东亚圣战，为了这次清乡的胜利，不不不，我看还是为了各位的欢聚，为了我们的高队长，还有我们的高太太，和各位朋友的健康，干杯！干杯！对对对，好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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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达，马达。马达，你走。Yeah!
你看，里边请吧。啊，您坐，我们走。好嘞，姐。哪一里个的那个病难好，在哪里个的你个好命好，哪个里个的你那是啊，之前人啊，现在人啊，但还没回来，我出去找找哈。阿公，我也去。嗨，你跟大伙等一会儿，我就回来。嗯，阿公，哎，给您。我去了。
小小年纪的要学好嘛。嗯，来，见面分一半，这拿着。谢谢奶奶。好人呐，好人呐，真是好人呐，谢谢，谢谢。现在清乡工作很不理想，尤其是令人不安的是，新四军竟然闹到城里来了。说来那塞，中道队长，我们城里的留守部队，也实在是太少了。苏大，嗯。我已经从前线调回来讨伐部队，来加强城市治安。要谢要谢。当然了，这对你我来说都是很不光彩的事情。嗯，嗨，瓦卡里马斯，这是我的失职。穆西卡里尼亚嘞，我限你五天之内，把新四军的活动，全部。調査してこいって。はい。一定調查清楚。咦，吃烤鸭。找到了。咦，谁的烤鸭？六爷，阿峰还去找你呢。别动。怎么了？三哥，我们打你被鬼子抓去了呢。啊，哪能呢？三哥，坐这儿。你们看，给什么？啊，饼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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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吗？真香。吃吧。吃吧。哎呦，还想吃肉啊你。呵，阿公，哎，阿公，阿公，什么事啊，这么热闹。阿公，旁想堵住我的嘴啊。阿公坐着。阿公坐。孩子们，茶楼出事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就在茶楼上。嘿，我今天可看见热闹了。我刚一上茶楼，就听见噼里啪啦一阵枪响。我睁眼一看，鬼子被打得东倒西歪，哇哇乱叫。嘿，茶楼上的汉子可真厉害。什么人打的？不知道。阿公，你看，是四爷的传单。嗯，四爷是谁啊？四爷还了得，
这些人是来无影去无踪，凡夫俗子可不能比呀、啊。阿公，你见过吗？见过，人人有飞檐走壁之功，有坐地之法，真神呐、啊。呵，好厉害呀！他们都练就了一身好本领，什么三跳门、四门斗、七十二把神拿都会，一伸手能腾云驾雾，那么一跺脚呢，能遁地而逃。他们个个都是神枪手，说打你的左眼，不会打你的右眼；要打你的右眼，不会打你的左眼。天一黑，他们都换上灰色的夜行衣，嗖嗖嗖来了个燕子穿云，尊猴子出洞，没影了。那他们怎么到城里来的？遁地法遁进来的呗。那他们是神仙？不是人，是当今杀富济贫、替天行道、出报安良的大忠臣。您刚才这是什么意思？四爷就是辛子君。25号，你一会儿来一下。25号，下一个，来了来了。什么病？请。好，里边请。哦，好。嗯。喏。哦。哦。部队急需药品，特委指示把药送出去，为了牵制敌人兵力，我们找机会消灭敌人。快快，哎，走。哎呀，看看我看看你我看看看看看看哎，活着！哎呦，你，喂，恁孙子没？哎，哎呀！
吃？我不吃，我闻闻。你小三哥，阿公回来了。阿公回来了，阿公回来了，阿公回来了，没有，阿公回来了，阿公回来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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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公回来了，没有，先别吃，太香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快，快过来，快，快，让阿公高兴高兴，先躲起来。好，哎，干什么？快，哎，四狗子，快，快，快点，四狗子，快，哎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能看见，快快，哎，快，哎，到这儿来，快，嘿，二大哥，你还待在这儿？你我还没分完呢，快，哎呦。狼心狗肺的杂种，就会欺压老百姓，不得好死。小三儿，回来。小姐，您这是上哪儿啊？我们高队长惦记你呢。哦，是你、啊、我送送你吧。不用了。哎哎，赵小姐，他们都是熟人，别缠着我。赵小姐，赵小姐，赵小姐，哎，来吧，赵小姐。放开我，放开。邝小姐，是你，你快走。走吧，那你没事儿，你快走吧，快走吧。是我是高文龙啊。
叶某，叶某，小子，六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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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回事？六爷，我们抓到了。六爷，是不是把他带上来呀？带上来。是。坐下来。走，进去。好气！你，又是你个小兔崽子！你才是小兔崽子，你是狗崽子，狗汉奸，狗汉奸！有本事打四爷去！他妈的！你！你往死里打！去你！刘爷，你看，你小子骗了苏老板，又投靠了新四军了啊！报告高队长，中岛队长，请您马上去。知道了。是。先把他关起来。是。把他带下去。走，你快走，走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要走走。是。怎么走？快快快，走啊你！快快走，小姨，小姨，哎，你耳朵聋了？哎、叫阿彩来，把屋子给我收拾好。去去。喂，是我呀，六爷。啊，我马上把他给您带来。是。小子送宪兵队去，快点快点。
赵医生，快来。什么事儿？花园里发现了一个死孩子，快。你别去，我去看看。找到没有？没有。搜，是。赵先生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哦，赵先生，打搅了，打搅您了。昨天晚上跑了个小新四军呐。有人来过吗？把门都打开。哎哎，赵先生，那就不必了，不必了。没什么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走吧，走吧。阿公，好好，别说了。阿公，阿公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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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公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们没惹到小三哥，我们，哎，大街上的人都说，别着急，昨天夜里高振爷家出事了。啊？求菩萨保佑小三平安无事。近一个月来，新四军闹得神出鬼没。昨天刚刚袭击了巡逻队，可是今天又闹到了你的府上。出去，上看。老李，这个孩子可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，可惜你把他给放跑了。中岛队长，请您放心。白带春离，连一个毛孩子你们都看不住啊！啊！哼，连家都让人给砸了，还看人呢？哼，干什么去了？啊？你们都干什么去了？一群废物！滚！滚！我告诉你，三天之内你抓不住苏小三儿，我毙了你！行了行了，别生气了，这样会伤身子的。走，喝杯酒去。哎，走啊！哎，发脾气有什么用？谁办事也难免有个一差二错嘛。你懂什么？这件事中岛先生亲自过问，抓着不放。你们以为苏小三的逃跑仅仅是一个苏小三吗？哎，他妈的！不抓住苏小三儿这个小兔崽子，我高文龙六爷，我想这小子身上一定有枪伤。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情况，昨天晚上我亲眼看见这小子
好像跟赵小姐他们急了吧？有病人。病人。是你。阔小姐。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谁把你打成这样？啊！你家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爸爸，一会儿有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。好。吃点吧，快吃吧，快吃吧，吃吧，你就住在我家养伤啊。吃吧，快吃吧。我去看看吧。好。爸爸。蓉儿。啊。你怎么会认识这个孩子？昨天晚上我去送药，在街上被野猫截住了，多亏了这孩子，要不是他的帮助，我就出事儿了。哦，爸爸，把他留下吧。留在这儿。现在问题复杂了，不行。我早就猜着了。昨天晚上闹高宅的，就是这个孩子。赵医生，高队长来了。爸爸，那怎么办？沉住气，进去。啊，请。请进。好好好，请坐吧。好，好，上茶。嗯。请。好好好。请喝茶。先生。嗯。请吃茶。嗯。老弟，
你可是个盲人，你今天找我有何贵干呢？赵兄，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关于买药的事儿。我已经和立德央行潘经理和中岛先生打了招呼，今后赵兄需要进购药品，拿我的名片去买就行了。好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赵兄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倒是要麻烦赵先生了。有一个小孩儿和新四军有联系，昨天晚上被我们把他给打伤了。据说他跑到你这个方向来了。中岛先生对这件事非常重视，我想如果他到你这儿来看伤的话，请赵兄务必把他给我扣下来。放心吧，老弟，这个忙我能不帮吗？到时候我一定给你送去。好，那太好了。那好，那我就拜托了。好，放心。好，再见。送客啊，再见。恕不远送了。好，留步留步留步。好，赵医生，门外有人监视。爸爸，爸爸，怎么办呢？得想办法把孩子送走。送走？嗯。一个还没有进入社会年龄的孩子就付出了这样的代价，爸爸。行了，把那件密室收拾一下，就让这个孩子成为我们诊所的第一个住院的病人吧。此清乡他们新四军的伤亡也很严重。嗯，从种种迹象判断，他们急需大量的药品，而上海的药源又被我们切断，他们一定要在这里加紧采购。我同意你的看法，按照你的计划去执行吧。
我从前线调回来讨伐部队，来加强城市治安呢。我的心情，阁下的心情我完全理解。此刻我调你来，就是为了协助我查清疑点，扩大线索。请放心。小三儿，把笔握直点。哎，准是赵伯伯回来了。我去看看，你坐这儿啊。哎，现在形势怎么样？我在这儿都快憋闷死了。大姐，你憋闷的时间不会太长了。真的，你快坐下说。我们的华北根据地已经展开了攻势。南京、上海四周，咱们的部队在纷纷出击。敌人已经向城里撤退了。哎呀，我多么想跟着部队去出击一下。哎呀，大姐，你少想点吧，我的肚子。哦，哎呀，看我这脑子糊涂的，光顾听你说了，你等着啊。哎，我去给你弄点好吃的。要份的，来，先喝点水。哎呦，喝口水。哎，小三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，快进去吧啊！我不，大姐她。大到高府的就是他。哦。高队长还当是新四军打来了呢。哎，你可给我看好他。好，赵先生就要回来了，我到门口去候候他。你去吧。嗯。嘿，你小子可真不简单呐！啊，敢到高队长家去折腾？你是四爷吧？什么四爷五爷的？招的，你这是哪学来的？茶楼。咦，是你？哦，原来是你这小子啊！来来来，老程，同志们都等急了吧？是啊，路上好走吗？敌人最近查得很严。小郑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要的药都搞到了，这是奎宁，这是消炎药，还有一部分
麻醉剂。特委有什么指示吗？有。无理的。喝茶。目前形势特别紧张，这批药得赶快运出去。好，坐下谈。荣姐，嗯，赵伯伯是这个。不许说。哦，你们都是这个。这批药我们尽快地想办法把它送出去，又有一批药我们设法转运到特委。好，这样会缩小你们的目标。特委指示让你们做好撤离的准备。好，到时候我来接应你们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啊，好的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这儿有一个小男孩，你得想办法把他送出去。好吧，抽个时间我把他送走。好。现在我们就去跟他说说。好。哎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嗯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，你说呀。孩子，有什么话跟我说吧。我亲人了，让我把这个带走吧。赵伯伯，我要走了。我再也没有家了。孩子，你没有家，你荣姐她的亲生父母也被杀害了，我也和你们一样在日军炮火下，千百万同胞都失去了家庭和亲人。
就认小三儿做你的弟弟吧。爸爸，爸爸。马队，太监，这是高队长。大妹子，爸爸，城门插得很紧，药送不出去。还是我去吧。爸爸，您不能去。我去。爸爸，让我去。你？我行。你看我这样子。嗯好。干什么的？耍把戏的。耍把戏的。小孩，你得变，我得看看吧。对，变个台你看看。好。打订婚去，好小子，再来一个，这好，说变就变，嘿，瞧，咦，看，咦，哦，咦咦咦，瞧，过来，太监秘籍，太监秘籍，小孩。我买糯米。好。小孩，你也给我变点啊。好，来了。好。咦？我买鞭子了，舒服，舒服。
赵旭初，赵旭初，竟在几天之内买走了这么多的药啊！还有你的名片，可见新四军是买走了大批的药啊！一定不能叫他们运出城去。你给我追回来！嘿！停停停停！停！快快快！快快快！啊，高老弟，你今天又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，快请坐。你开口老弟，闭口老弟，我看你是心怀不义，有话直说吧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哼，你看呢？我看，我看时间宝贵，说实话，对你有好处。我是个医生，从来不说假话。那好，我问你，最近到立德央行买了几次药？有三四次之多。药运哪儿去了？每天的病人都川流不息，天晓得都弄到哪里去了。你太狡猾了，你是无理取闹。好，来人呐，带走，走吧。小三儿，快走！别动！啊！你，通通地带动，排骨，坐！哎，是是是。小三儿，你看那是谁？嗯，小三儿，小三儿。